这个是脚，这个是这是卡，有看到吗？卡卡，快拆开来！这是叠叠，快快快！我们要迅速把它装好，快，太慢了，看不下去的。那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来，你赶快来，你来。虾米？为什么多一个？在哪里？是哪一个？这个啊，有这个六个，那这里有七个，七个虾米。我虾米，那你可以拿来贴在冰箱上，相机上面。你确定那是什么螺丝肉？看看，就多一根脚。这个我不能用啊，那真是。辛苦。这样要怎么装？谁知道？你就给我看那个图啊。这里这里，就随便乱装就可以了。这个应该可以当什么贴图之类的。开心的人类。所以这根到底是什么？两根长长的，然后又拿 Allen wrench。Allen wrench， 还有一根。哇塞，这个 Allen wrench 怎么是两头的？ Allen wrench 锁那个哦，那是开了的。怎么那么小，差这么多？还是这个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就这个转。哇塞，是从大的转呐、啊，这样比较快了。你那个要转到几百年？反正比较好转，你自己你用这样比较快、欸。你用力，最后这个工具是这样，你这样才会施力力最大。你刚刚那样子手不知道什么，你刚才那样子转的，你那样子转比较快、欸，才不会卡来卡去。下一个步骤，下一个步骤要降在这个铁架上，这个铁架好大哦、喔。你等下有事把它撕掉。来，然后这是哪一面、啊？加油，我说我让你走。三五是有两个的，对，嗯，快装，这么大一只哦、喔。它长得就这个样子啊。小心，小心头，是哪边？这是锁哪里？这里啊，是这边吗？另外一面锁在那下面。另外一面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你不是说两面都一样？一样吗？一起嘞。然后你去把另外一边塞上去。可以。不出完是放哪边？这里、啊。不是吧？没那么大、啊。不然就是在旁边那两个啊。啊，那里可是不行。你就卡在另外一边呢。不是，你要从另外一边锁。哦，好有道理。所以你要把两个桌脚放好，然后把鞋架。所以你要把它拉直的，然后脚架脚。他叫你放在桌上锁啊，你看，他叫你放在桌上。他叫你把桌子装上。不用，这样子。窗户外面很凉啊。起床。你失败了。哦，对嘛，你看你现在这样子手超快。是三二五是什么？我觉得这可以放钢琴。我们做出了一个会高高低低摇摇的桌子，哎，太猛了！滴滴滴，摇摇摇。要把里面的桌子搬出来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赖赖赖。还没清完呢。虾米。Joker 迅速清空你的邪恶柜子。没有，我要把这个箱子。没有啊，你不是要清仓大拍卖？价钱。要用双倍价来卖。价钱，虾米。哇！好哦。Happy birthday！ 直接被 Daddy 打死。我要把你桌子拖走。等一下，下面有东西呀、啊。虾米为什么放音乐 ？Daddy 想要摇摆。No！ 组装。他还在摇摆。对啊。他是摇摆桌。啊！你成功了，成功用暴力打开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太棒了！撤离。哇，那这样装不是要趴在底下装？是啊，没错啊。这么累哦？你就不想要付安装费？他就……我们应该可以反过来呀、啊。反过来装完了，太累了吧？还要再翻回来。那个是24公斤的桌子，你反过来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在下面装很累。啊，机器装啊。OK 的啦。哇塞，你是乱丢。可以哦，你确定你可以搞定吗？我相信我不行啊。你整个桌子都在摇哎。虾米，这你读读书读一读，然后你的笔就会自己飞走，这样。摇一摇，笔就跳。你的桌子太摇了，不行。这是什么？这整个怎么那么烂啊？人家是 IKEA 哎、欸，你以为他只设计不负责品质的？
他只是设计说哇，这个东西赞，但是品质是 made in China 这样。摇摆。完美，摇摆桌。怎么我没吃饭，你自己都打不开？啊，怎么那么紧？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我怎么调？搞笑耶！你家有锤子吗？你要胶锤吗？我们还没买。胶锤就是专门敲这个的。锤肉的、欸。哦，那也是。你看，这个会锤肉的，这个会解体吧？我觉得会断掉。你请。啊，虾米！虾米啦！这是什么鬼？到底要转什么啦？哇，这是 IKEA 设计的，所以只有 IKEA 可以帮忙。他就说我们 Made in China， 你想要干什么？你要压后面，怎么是压前面？怕断掉啊！怎么会断掉？还是动弹不得啊！哦，动了！耶、yeah! ！看到了没有？你的圈圈动起来！哇、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完美，你看嘛，这就是杠杆原理。哎、欸，你不用拿走啊，还要装啊。哦。是，你还要走回去哦。拿走。升到多高啊？亚米，你桌子要坏掉了。啊，锁紧啊！就随便随便乱锁这样。这里。先暂时不用锁太紧，大概可以让它不会动就好了。我觉得这整个桌子都是倾斜，整个都是斜的。它整个桌子，它这个水平也是斜，下面脚也是斜的，然后这两根怎么也感觉歪歪的？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觉得你的桌子要解体的，有平衡一点啊。没有刚才，没有刚才那么斜了。是刚才太夸张了，不是这个问题。看起来是有一个塑胶的那个。我每一个都塑胶的吗？那个最大的那个塑胶的，然后有螺丝的那个。是啊，塞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锤进去。哇，自杀了！想不到用力。不行啦，这个会自杀。还是你反过来啦！不行，你敲没有？你用那个敲我，反过来用才好用、啊。而且楼下会死掉啊！哦，成功！啊、是怎样啊？这感觉掉下来。这个是 Made in China 的 IKEA，、欸、是不是要先转紧啊？它转不了啊！那看来你拿不出来。好，换一个。第二个，开心。一二三，哇！哦，有了。Made in China 就是要用暴力。可以啊。下一步。这个应该是装这个了。好了，下一步就是可以看书的。然后继续扯呀、啊。点啊。你确定你这里会对齐？那不需要完全对齐啊。啊！这要怎么进去？这是木头哎、欸。Daddy 想要用手把木头钻爆。你是金刚狼哦、喔！虾、啊、米？我直接问号。楼下也很问号吧？楼下直接炸开了。楼下到底有没有住人啊？我不知道。应该是有啊。有钻到孔吗？因为电钻要几千块。Daddy 中伤。Daddy 有已经有一个洞啊。哎，进去了。龙姐夫，哇，超凉。哎，这不会钻透那个桌板吧？有没有那么深？感觉有点深诶、欸，这刚刚好诶、欸，所以你就读书读一读，然后上面就有一个螺丝，加上这个应该是不会转到底的。你好，来啊！这感觉像什么担架之类的，这是好像什么露营要用的东西，然后中间就躺个人，这是海中。这是担什么？无尾熊吗？其他不好意思，这是要装什么、啊？这要装什么？国文课本。塞什么线呢、啊？这是塞线的。不是铅笔盒啊。不是啊。就可以放奥利多水，下面放一整排奥利多水。像什么行充就可以塞进去，然后没有就奥利多没有奥利多水就放一排，然后你需要的就拉，完美。那、啊、下面有行充装一排啊。行，这样会爆炸吗？那你下面要放什么？你整个就贴在下面。对啊，这个怎么？你确定是这样？他就讲。
Made in China。他就讲 Made in China。Made in China， 怎么拉不过？硬拉都拉不过来。可以啊，屁了，不行，我的屁股啦！那你这样说放什么鬼？这到底是里面要放什么？你这样根本放不了东西，好不好？这个拉紧紧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只拉中间就可以耶。那就可以拉下来吗？我说只拉中间啊。对啊，就可以拉下来。可是你中间还是不能放东西啊。用力，再用力，掉出来了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是什么 ？Made in China。对对对，哦哟，太有前途了，这是什么鬼？然后桌子就离了。进。哦。哇，重点是桌子摇来摇去。对呀、啊，摇嘞不。所以现在是神奇桌子组装结束，是不是？可以完美，可以洗澡喽。